我昨天就告诉大家这个香槟塞的杀伤力有多大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决定要给大家示范如何正确和安全的打开气泡酒。第一步呢，就是打开这个瓶帽，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安全，不用担心。第二步呢，是把一只手或者大拇指放在这个塞子上面，然后用另一只手把这个铁丝扭松，这个时候呢危险系数呢大增，所以一定要时刻保留这个手在这个塞子上面的。第三，这个铁丝完全松弛了之后呢，我们拿起瓶子，然后呢一直握住这个塞子，用另外一个手慢慢的扭转瓶身。第四步呢，当你感觉到这个瓶内的压力把这个塞子呢推出来的时候，你用这个手把它按回去，以这个控制它的出来的速度。然后优雅的开气泡酒的方式呢，就是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。来，用这款国产的气泡酒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